一路过来，眼都看花了。这哪是死人住的地方，简直穷极富力，比活人住的还奢华多了。书上说，宫观百官，其气珍怪，喜藏满之，令将做鸡弩矢，有所穿进者，折射之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机相灌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，以人鱼高为主。 度不灭者久之，可一点没有骗人。何儿如此叹服，莫不是想着此间势必要留下瞧个够？没，一点活人气都没有，待久了还不疯掉。人鱼膏是什么东西？能吃的鱼吗？ 东海之中，似人似鱼之物，相传以其至高点灯，可千万年不灭，谓之长明。就如眼前所见一般。还好没有狐狸膏。此间结构与别处颇有不同，似是一处祭坛。 仔细探查一番，查，该查，说不准还能翻出些值钱的宝贝来。值钱的宝贝？你想干嘛？哎，见机行事，见机行事。 Thank you.
三尺长老，该谢谢你曾经透露始皇陵内的明月珠重塑之功，不然青玉坛也不敢将玉衡打碎，以碎片吸魂再重聚，如此多的魂魄让玉衡力量达到极盛。今日也有童男童女的鲜活魂魄注入新生玉衡，为我青玉坛霸业将成。动手！是。住手！
玉衡。少公也在，还有童怡。少公哥哥，少公，你还好吗？你们竟会寻来此处？当然要来，不来怎么能抢回玉衡？本想教训完这群混蛋，就去青玉潭救你，现在可好了，一举两得。我一切无恙，不要挂心。你们自己却需谨慎。丹指长老，这就是你那些所谓朋友，几只跳梁小丑。朋友便是朋友，并无他名。虽比不得掌门前呼后拥，倒也不必高处不胜寒。日警醒，辛苦得来的一切，哪一天又将易主？哼，少公尽管逞口舌之力。你就是雷炎，善金丹之术，却不思治病救人，所谓伤天害理，罪不胜诛。群鼠目寸光的俗夫，庸庸碌碌之蝼蚁。你们害人还能说得理直气壮？也罢，既然有蠢货迫不及待深祭玉衡，便教你们见识一下青玉潭金丹妙术的真意。新河、柳谋、雾起，弟子在。取其魂魄，献祭玉衡。谨遵掌门之命。小心。哦，大变活人，这是什么？吃了药，吃了药怎么就变怪物了？样子好难看。怪，凡人果然浅薄，拘泥于形貌，强大的力量又怎能为世俗皮囊所缚？少公以玉衡碎片之力炼成的灵丹洗髓，能葬身在这种力量下，你们这些蝼蚁应无怨言。Thank you.